喺三部曲其實喺當年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幾著約嘅計劃嚟嘅。咁我哋最初嘅時候就得第一集啦。咁後來就得到大家所有嘅人支持嘅時候，咁我哋嘅老闆咧就希望會有第二集、第三集咁。咁就經過阿鐘同阿廣陽嘅努力之後，就出現咗呢、這個。咁三個落嚟之後，我自己覺得係一個我自己喺電影上我見到嘅，無論係我或者係喺電影嘅市場上高，都係一個新嘅里程碑嚟。咁希望今次大家睇到阿偉強又好辛苦咁重修成個 4K 嘅版本，希望你哋再一次咁享受到無間道嘅力量。Hello 兩位，嗱，咁到今次啦，就即係有個 4K 嘅數碼修復啦，咁啊，即係唔經唔覺就20年啦，會唔會都覺得好感觸啊？咁樣好感觸，我覺得幾開心啊！最開心見翻華仔咁樣，我哋兩三日冇見，好彩有機會見到，我最開心今次其實係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同華仔話齋，哇！突然間好快轉眼就20年啦，呢個都細估唔到今日20年再。4K 再出翻嚟嘅，呢個幾開心嘅，開心。或者呢套戲咪對你嚟講其實都好，即係意義都好重大咁樣。當然，係咯，即係20年前，如果記得嘅有我哋上完之後就沙士啦。咁喺嗰個時候啊，又即係睇到頭先都講咗，即係我哋喺1999年啊嗰陣時咧，就係好多女性嘅電影。好重要咯，咁一路同阿劉導演、劉偉強導演，因為我頭先叫咗佢阿強，好似唔俾面用。劉導演即係就諗緊點樣可以，因為佢最犀利啊，即係男性電影武俠嘅所有。我有海軍聯盟嘅。咁後屘咧，我哋就諗緊即係點樣可以最後就係佢揾到。即係無間道呢一個題材，咁我就覺得好值得去試下咯。唔係，我覺得武華仔嗰時一口支持係開唔到嘅，佢總之全方位大力幫忙，幫忙我哋拍呢套。但係話嗰陣時會唔會都留意到啊？劉偉強導演嗰陣時其實咧拍呢部戲嗰陣時係好大壓力嘅嗰陣時，其實天台嗰場戲啊好多。我其實就唔係好覺嘅，即係我哋即係我同偉仔啊，同其他演員咧都係開開心心，每一日都係覺得哎呀咁快又拍完，哎呀咁快又拍完，我哋拍咗基本上比即係如果嚴格嚟講，我哋以前都係40多組、50組咁樣啊嘛。呢、這個20多、30組就完咗。我哋22組，22組。但係嗰時你係每日都諗到頭都爆喎，應該。唔係，因為嗰時拍係困難嘅，即係唔係一件易嘅事。咁我哋預算係有限嘅，咁我哋預算有限，而可以咁大卡士，然後咁大製作，你點樣去 handle 呢？咁就用咗一種時間去幫助一樣嘢啦。咁當然喺現場。我哋唔會講，哎呀，我好慘啊！梗係唔會講俾所有人聽啦。咁但係我哋翻去開會，各樣就大家記得好清楚，每樣咪應該點樣去，每樣點樣記得清清楚，變咗嗰邊就有啲咁壓力喺度。咁今次即係其實無間道呢套戲咧，咁多年嚟咧，其實個影響亦都好深啦。即係變，即係荷里活都有翻拍啦，都有攞獎咁樣。會唔會都諗過真係會再拍新一集嘅無間道咧？睇下或者拍唔拍啦，我怕我最我唔知啊，我好中意演戲或者電影啊，或者即係娛樂上嗰個嘢。總之你哋覺得我適合就我就嚟噶啦。睇劇本啦，睇劇本啦。話可能唔一定無間道嘅，有個劇本或者 OK， 我 OK 咪拍咯。我覺得而家用呢個態度。嗰個係我頭先就有提過，我自己會想搞無間道嘅音樂劇嘅，咁但係就差好遠咯，即係有時你點樣去說服啲觀眾無間道點解要做舞台劇，或者點解要做音樂劇，咁我哋要諗清楚，但係我好想。
我好想啊。咁至於其他同阿強合作，哎呀，雜緊，同劉偉強導演合作咧，就即係隨時都得，因為我見到近年佢嘅作品啊，各樣嘢都會有佢自己嘅一個角度啊，同埋真係可以俾人做到戲，我覺得。是的是的啱的。咁音樂劇你都 OK 嘛。我都識少我識少音樂的。哇佢打邊㗎。如果話仔我都可以幫幫手㗎。唐哥你有冇聽過導演唱歌。導演唱歌啊應該聽過㗎但係。我成日表演㗎喎你哋你咪搞錯啊。你冇導演會㗎我哋有套有個 band 叫 Kindergarten Director Band。我每年都表演的大佬。貪心啲問啊，呢個 4K 嘅版本會唔會有啲絕密公開、未公開過片段出現咧？電影梗係冇啦，即係依度今晚上啊嘛。但係第時晏啲出嘅 4K Blu-ray DVD 就有啦，即係嗰個會喺大概一月出。啲佢係咪即係剪咗我嗰啲可能不？可能係啊，嚇唔係佢後邊有啲好多咩你揀咩揀咩嘢啊？有啲未曝光嘅場口啊，全部會有係。咁唔係認唔認得當年嘅童星啊？你認唔認得？我嚟之前我知道啊，呢、這個梁咩香港小姐嚟，香港小姐嚟做咩啊？嚟佢話陳永仁個女話嚇。OK 啊，嗰時係四歲定五歲，突然間已經廿幾歲，仲攞咗港姐添。所以啊，世界嚇，即、啊、好多事都係咁樣不停咁發生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不停咁有啲驚喜啊，係啊，有啲神奇，我都估唔到二十年後仲會再重一次同大家分享《無間道》。即係有翻近時嘅感覺啦，即係當然近時名山海，但係今次係我覺得咁多年來香港，佢好似好多記者喎，好多好踴躍喎咁樣。嗯，咁林哥嚟緊會唔會都再有新嘅音樂上面都有啲新歌出啊？有暫時而家都係啲電影嘅宣傳曲啊咁樣嗰啲咯。即係真真林哥開演唱會啦。係咯，開 show 啊，會唔會開 show？ 開 show， 開 show， 開 show。我諗下，呢個我到而家未有計劃，係啊，因為工作可能會做到出年下半年咁樣，咁而家都有諗過有冇一啲即係簡單啲嘅現場演出有諗過、啊、另外你拍戲嗰陣時咧，之前你挑戰過30公斤嘅戲服啦，今次係咪再嗰、那個潛水服係再重啲50公斤咁重？嗰、那個佢又唔係話再重啲啊，係嗰、那個係點講咧？即係。個活動能力係低啲嘅，係啊，比起即係拆彈嗰套就差唔多重，但係就辛苦啲，辛苦好多，係咯，係，OK， OK， OK。